台湾三太子，当然不是人，是神明哦。他明年呢要跟这个超马好手林奕杰来横越撒哈拉沙漠，带您来关心。这是台湾三太子要横越撒哈拉沙漠，这是九天民俗记忆团的团长表示呢，在九天民俗记忆团邀请超马好手林奕杰的规划是从明年的国庆日起跑，两个月的时间要以民俗阵头横跨撒哈拉沙漠，到时候他们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到时候也会有十个人轮流来扛这个神偶，蛮特别的，当然到时候就让大家来开开眼界了。